你先别哭，你跟他们仨要不一块哭。我哭他们俩哭好几回了。真是的，人家岁数不小了啊，六十多了，站在台上，您看还跟活人一样。对，压根儿也是活的呀，活泼的人一样。哦，很活跃，对不对？朝气蓬勃嘛。说的是贪啊，表现出来的。嗯，说实话啊，人岁数这么大了不容易。是，下去赶紧休息一会儿。对，尤其也这两天怪冷的，生怕人家感冒了。长春有点凉、嗯、啊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看天冷啊，嗯，容易使人年轻。为什么呀？你看刚才，我看那个翟大爷，他冻得跟孙子似的。您这么说就不像话，这实话呀，好不硬的还听着呢。真是的，这确实这两天天有点冷啊，剧场里边我感觉也挺有点冷的。这个笑是此起彼伏的，这可能都不在一个点上。老话说了吗？什么老话？天冷了，人怕冻嘴。冻得跟孙子似的。这我倒不知道啊，反正都怕。好，这都冷啊。这个包袱过去了。确实啊，这个比较尴尬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因为我发现上台之后呢，好多人啊对我们还感觉有点陌生的感觉哈。是。就是缓不上来，没有那个热烈的气氛。嗯，对不对？可能对我们可能是不是还不太了解呀？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先介绍一下，毕竟这怎么了？这是这家伙，这是把腿冻住了，这是。别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这位大姐，哎，好好好，大哥，这俩竞拍来了是怎么？这俩大哥太着急了啊！大哥别着急，一会儿咱们三个人玩。我们三个斗地主，我也去，一起加油。去你的，这斗地主还给加油的，这是加多少号油啊？我们都知道加被，加床被子，那个其实有个鞋垫也可以的，加被子，这都不要紧啊。上台来呢，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嗯，有朋友认识我们，有朋友第一次来听德云社。嗯嗯，对不对？保不齐朋友送的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可能前面全都是。对对，德云社的张耀伦的相声，赶紧听听，买不着票。今天不用去，不用去，买不着就不去了。要干嘛？大冷天跟这坐着，你怎么的？这么没人缘吗？有。相声好极了，都抢着票。2019年送你最好的礼物，都这样来到这儿的，但是人家往这一坐，陌生的眼神看着台上，都琢磨玩手机，这他妈谁呀、啊？这，哎，不出名啊，我也不认识啊。送后悔了呗？是不是后边的朋友们？当然了，我相信会有这样的观众，所以说呢，上来不用相信，肯定有。我相信啊，以后有认识我的朋友，以后会有的。先介绍一下，我叫张鹤伦，这就是不认识的比较多呗。这么多医生，我叫张鹤伦，我再医生我听听。没说名字就淤了，你看看。我叫张鹤伦，我叫郎鹤炎。你们反应真快。我没想到你在这人缘还不少哈。长春一点都不冷。他现在人缘特别好，在台上他就撩妹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好多女观众你看喜欢他都是小粉丝，都女的啊？喜欢你秃秃的感觉，哎呀，合着就是因为他们头发长呗，这样喜欢。什么叫秃秃的感觉？会撩，我不会撩，真是我哪会撩啊？德云社上上下下的，那德云社上上下下的哎女同志都让他撩了。咱们德云社上上下下有女同志吗？好多呢。真的，服务员就那个财务那个会计，他没有撩人家，因为
下个礼拜是八十大寿。谁说的呀？这都是啊，别胡说八道，我可不会溜。要不然为什么人缘这么好？大伙捧，捧哈。嗯，那你说你喜欢沈他什么呢？喜欢人需要理由吗？真逗，你有什么值得他们喜欢的？就是因为我。哦哦，光头没脖子没腰，这玩意儿人能喜欢吗？这哦，不到一米三七，哦，屁股大圆脸，哦，痛风，啊，你们还是喜欢有糖尿病的吧？那家伙后台吃米饭吃一盒半，我们俩人一块才吃了两盒，你瞧瞧，我吃你家大米饭了，得亏没吃啊。不要脸，多吃点怎么了？我现在我这么瘦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啊，不是您瞅，哎，您这走到这儿都坡起了，你看。不是，哎，纤纤细腰。不是，这大褂都勒出竖条纹来了。我说这千千细腰能解一扣就千千细腰了，就是这大褂有点瘦了。哦，就是我平常穿大褂不这样。咱这大褂不新做的挺合适的吗？怎么了怎么了？显身形我愿意。是，显身形显腰围。人家看的是你的模样吗？是。看的是我们的身材吗？是。咱俩走红毯来了是怎么的？哎呀，你们现在粗俗。你说谁呢？这是他们只喜欢咱们的外表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二百来斤。你别把我也算上啊。他二百多。嗯，没有啊。现在啊，我们俩在台上来说，真是都得靠郎老师吸引那个观众了。您可别这么说，他现在人缘好。没有没有啊，人捧哏艺术也登峰造极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在德云社来说，人家不敢说是名列前茅吧？怎么样呢？最起码是混吃等死。对，我不要脸了，是怎么？现在德云社啊，嗯，这算是当下最红的演员吧？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作为一名观众，我采访一下您在当下什么感受？我没有张鹤伦火吧？你看哪儿您红啊，这会儿又谦虚上了。不是谦虚，捧哏演员多火呀。没有，好家伙，谁不认识郎岩啊？谁认识？那证明您没吃过猪肉。我也不太会跑啊，我小有名气，啊，干嘛呀，对不对？来到长春了，这么多人喜欢你，在北京人缘都特别好。我北京人呢啊，北京的一亩三分地儿，喜欢他的人就一亩四多。你还知道外地去了，到长春了有这么多人喜欢，感谢大伙，那招人稀罕呢。可不咋的，招人稀罕。那天我们俩去那个人民广场，人民广场溜达溜达溜达去了啊。他说买顶帽子，他说想买顶帽子，完那个因为这个冻脑袋，然后是我说你请你去吧，我说你给我也骚一个，东北方言嘛，我说给我也骚一个，他是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，就骚一个然后给你钱，他已经给钱来了。哎呦，开始哦，这家骚的，哎，人为的里三层外三层啊。后来被人领走了，干什么呢？你骚的比我好，让你再来一个。我怎么让来就什么叫骚一个呀？一二三，我的天哪，太辣眼睛了，就跟一只蠕动蛆一样。蠕动蛆干嘛？什么叫骚一个呀？东北方言吗？骚一个。
就是你买一帽子也给我戴一个，那叫烧一个，有口音吗？给我烧一个。好家伙，怎么犯浪去了？我这是来长春这么长时间，这点方言接受不了吗？我接受得了，但您说这容易有歧义啊，烧一个烧一个，关键他没给钱呢。这长的嘛，这你要听不懂你就远点扇吧。人远点扇呢？不懂了啊，远点扇子。远点扇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哦，说什么玩意儿？他说的。他说什么呀？我没听懂。那来，你再跟他说一遍。啊，就是翻滚吧，牛宝宝。倒塌的老鹅。您这玩意儿谁能懂去？老鹅不的。我怕他们录下来。你录下，要不就别说好不好呢？我以为他们能听懂呢。就对，东北方言基本上。大伙都在这儿的人基本上都能懂，对不对？哎，东北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马路牙子。哎，这我们北京也说马路牙子。对了，不就这儿吗？你那叫后丘。啊，你那叫北京话叫屯街。这都知道。后丘。嘎拉哈，嘎拉哈也知道，那关节啊，歘着玩的那个。哦。不拉几。不拉几是啥呀？不拉几不就是这衣服料子吗？不拉几。对，波棱盖就是磕膝盖。对，撸钩子。你以为北京人不拢火是怎么着啊？下油盆、管锹、抗琴、管钳子啊，这普通话这个。我以为你差点就说出镐把子来了呢。镐把子都知道，多新鲜呢！还真，皮揣子谁不知道啊？谁家现在还是蹲着上啊？这是皮揣子不也是普通话吗？那你这你淘宝搜什么呀？搜通马桶的，也不一定。现在淘宝也可以发声音吗？我让你试试，然后出来好多皮揣子，这么大个儿。不是你们在你们家搜这个都这样？我们不搜这个。你这嘴挺有劲儿啊！哎，我家厕所堵了，跟我走一趟。我不去你们这儿了，全靠你了。你往上一嘬，我也怕啐你脸上。你嘬出来你就饱了。哎，没有，你才翻滚吧，牛宝宝呢？行了行了，别给我扯着王八 baby。就您这东北English谁不懂啊？这个，啊，好好聊聊天就得了。不一直说话呢吗？对不对？到长春咋的惯的你啊？你才是王八呢！晒脸了，孩子。啊，晒脸呢？谁不懂似的？就是上台你就聊聊天就完了。嗯，别争，别抢，观众人听的是相声，不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不是看你打架来的。嗯。干他！头发已经薅没了，怎么把他毛囊也薅没吗？你这人多恶心，薅毛囊！别动，别动，我已经逮住你一个毛囊了。薅薅，好脏啊！薅脖子太难了，这个。就是聊聊天，对不对？不熟悉我们的朋友，三言两语基本上对狼和炎也有点了解了。是，都是负面的。正面的也有，刚才捧您半天，您哪句捧完了？捧个演员当中人算是翘楚啊！我这话说的，真的，能耐也大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不敢说是样样精通嘛。啊，毕竟人前面上有于谦，对不对？下有小于小谦。我老在他们家待着，不逗我们于大爷，人家叫捧哏巨匠。对，我们都是小演员、小学生，比不了，没有什么名气。嗯，一这个这个这个成语来形容啊。四个四个四个字成语吗？你到东北了随便。对，四个四个字的成语，对，叫不值一提。他老说这个小学生。嗯，狼言狼老师，我的人生路上的指明灯，就是没头发。向人家学习就在于这儿了啊啊！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样样精通。别老捧我，会什么展示展示。会的不是太多，
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草坑里蹦的，人言鸟语，各种京平帮曲、小曲小调都能学点儿。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哥？哎，这是我拍马屁吗？你不光拍我脸，你还踩我脚干嘛？不是，是把我飞起来是怎么？这不是一套翻躲？我躲子我也没躲过呀，对不对？这打身上。逮住了，嗯，现在这孩子学坏了。谁呀？展示一回啊。可以呀，对不对？来呀，来学一个天上飞的。天上飞的出题目，学一个空姐。不是，我这个都不够，我学空姐学得了吗？学不了。空少，还空少？我38了，我空少。去你的！地上跑的，我已经是空难了啊。地上跑的，地上跑的什么呀？空姐，我天上飞的我都学不了，我地上跑能学吗？落地了，落地了我也学不了。水里游的，水里游的，空姐。不是您老看人空姐干嘛？对呀、啊。就当我没问啊。我说他老坐头一排呢，你看。不是，这是一块一块，我们在游。谁跟你一块儿啊？泳池的时候瞧见了。哦，人家天上飞地下跑水里游你都跟着人家。巧了。好，对不对？这还有多巧啊，这是。这要学来说包罗万象啊，别一张嘴就什么都能学。那您说随便提出来点你都学不了。那您能行吗？哎，我也不行。嗯，您不行您教育我干嘛呀？咱学别的不行吗？学别的什么？大姑娘小媳妇算不算学？啊，这算学。对不对？学。哎，什么叫小家碧玉？小家碧玉不知道啊，小家碧玉，嗯，小家碧玉就是特别的俏皮，俏皮，哎，对了，你看小青，小青，对了，哦，你看那个啊，姐姐，你瞧啊，你瞧那个男的哇，傻了吧唧的，你看，小青东北人啊，你瞧那个男的傻了吧唧的，就是俏皮的吗？啊，姐姐，你看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小家碧玉，特别的俏皮。小青吃兴奋剂了是怎么？他特别好玩。嗯，哎，这瞧那个，姐姐，嗯，今天没活啊？没活。什么活啊？绣针线活，绣活。哦哦，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这手指头能绣活。小家碧玉这样吗？大家闺秀什么样？大家闺秀。对。什么样子？大家闺秀比较稳重啊。哦。走道一步三摇那种感觉。您来来。您先，你先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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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个一步三摇啊，不知道以为猪尾巴吃多了呢，这个。不是，你叫宫里边那个小姐。宫里边的。宫里边的大家小姐。那不都是格格什么的？对了，穿那个碗鞋。这碗鞋还是线拧上的。穿那个碗鞋，底下窄呀，上面大呀。啊。那走道就晃啊晃嘛。您刚才晃的是脑袋，这回晃肩膀啊！这，哎哎，一步三摇的感觉，大家闺秀。不知道，以为跟这老态龙钟。老态都上岁数了，我听这像是。怎么学？那我不知道，您来了，我看看。老态龙，老一点啊，上岁数什么样啊？嗯，颤颤巍巍啊。这身体够差的。老妹子。还用我呢？怎么了？咋的？啥？你是不是车里边装那个娃娃呀？车里的娃娃不是这样。什么样啊？这样。您说的车里太阳花？嗯，对呀。不是你没必要颤着巍巍干什么，还摇头晃脑的呀？我这不学的吗？老太太她这身体削削的，有点颤巍的感觉。这不学您吗？上岁数宫里那老嬷嬷。老嬷嬷，信不信我？信不信我扎你？老妹妹，嗯，没活啊？都这样了，能有活吗？这手都不利索了，随时就掉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颤颤巍巍的了。嗯，这一让他学什么都这样，你看什么？你比我有脖子。
你呀就差一个壳你就成精了，要不借你我也不冷了，还你反弹无聊，现在玩的都很幼稚，你发现了吗？年轻了，这谁还不是个宝宝？去你的，都是套路，听着没有？哦，他是宝宝啊，我是宝宝，饿了，他这样。300多人德云社，也就您能来这个。就说这意思。那学人物啊，他学别的呢？还学什么呀？学唱。哦，学唱也算。当然了。哦。本门的唱是什么呀？啊，太平天国。太平歌词。他还知道。多新鲜呢。来两句大伙听一听。哦，您俩来太平歌词。很少啊，很少那个有那个演员唱这个。啊。但是呢在这儿咱得普及普及本门的唱是什么。好啊。来两句啊。嗯。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人家会还满勉强合格，那您考人家呢啊，您不是说人家不会吗？来点别的啊，听那个啊，那汉高祖有道。好了好了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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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一句就嫌你会了是吧？人家又接上来了。东走福陵下，第二句也唱上来了。你没发现他们声越来越小了吗？我没发现你有点不要脸了，明显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啊。再来一个吧。那庄公贤有，声音怎么还回暖了呢？这证明人这就比您熟啊。天为宝盖，你还有会的吗？容我三思。我再给你四张三国杀。来段这个啊，来段秦琼观阵。哦，你都说出来了，人家要唱出来怎么办？那算了，没有必要冒险。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在那尘埃，那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个葫芦来，葫芦里拿出来金丹一粒，那一半儿红来一半儿白，红丸儿治的是男儿汉，那薄药粒儿治的是女穷差，敲开牙关灌下了药，那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安玉臣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是全都不要，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这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又要死财，我一言唱不尽这骷髅叹了我是冤诸位，那居家欢乐是无祸无灾。哎，可以了可以了、啊、会的还真多、啊、还拜拜不见外，礼多人不怪、嗯、礼廉耻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。好话，你看这词儿你都会吗？您都说了我就别抢了。这作为一个逗哏演员能不会这个吗？啊，本门的唱太平歌词，是再唱什么都算学。都学什么呀？学什么？唱歌唱戏啊，小曲小调啊。您哪个学的最好啊？都行了。你唱歌来说吧。嗯，年轻人都喜欢唱歌、哦、尤其作为我们这些90后的孩子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我现在都懒得拦你了。哎呦，他们依然是那么的齐心哈。
作为我们这些八五年的来说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八五年再有一扇子就拐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敢？人家这跟你这较着劲呢。我先送给他们一个新年礼物呢。这么多人，你给谁给不给谁呀？扎着谁算谁呗。谁还非得被扎着吗？哎呦，对不对？别行了，别行，劲儿多大啊！拉倒吧，真扎着人一个得了，我就今儿别演了。多新鲜呢！行，什么？死人也好，死了都要爱。起高了，我觉得不就是正常的人家这调吗？啊，嗯，哎呦呦呦，还正常调？你什么都知道啊？我就是啊，那我来不了。对，你来这调，我1.37米的个儿，我哪有这嗓子呢？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对待，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。到你了。我不会这歌。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要你勇敢跟我来。我真记不住，不是我记不住词儿，我现在这脑子毛囊都没有了，我这。都是这个年龄的，按理来说这歌都得会啊。我听过，但是我记不住词儿。那信乐团吗？嗯。信唱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怎么的？都唱过当年这歌。独唱的。海阔天空。海阔天空，再勇敢一口。还是不会，我以为是 Beyond 的《海阔天空》的。你爱跟他聊歌就得聊70后的歌曲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不是，我能会唱这种歌吗？我问心又从容。夕阳是望开的花，夕阳是陈年的酒。今天是我们合作60周年，谢谢大家来见证我们这奇迹的时刻。得亏是60周年，我以为冥婚呢。你看，一说是老歌，他都会。对，对，老歌当年的啊，特别老的，对不对？像什么那个，还再更老了一些的，哎，乐队，刚才这 Beyond 乐队那个《海阔天空》啊，那个我会，那原来。钢琴魔，寒夜里看雪披我，怀着浪头流的生我飘云峰。风雨里吹空雾里分把情影中，天空海阔你与我何去边，谁没在边。这倒可以了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当年 Beyond 乐队吗？对，这个还有那个动力卡车。动力卡车这4个轮的还是6个轮的？8个轮10个轮的，你知道吗？张鹤伦的。长春还是冷啊。你多穿点啊。你怎么把那壳给我？你看还是想念自己的东西。借出去了总是自己的。你怎么的听过这个吗？有一首那个大象放屁听过吧？谁啊？是当大象放屁怎么当啊？大象放屁当。我真没听过，这叫大象放屁，对不对？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月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。这真是当的一下啊！易翔老师好坏哦。啊，这会儿给个回音，哎呦的，远山的呼唤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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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还有山那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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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
我们也是头一回在山里办专场啊。哎，这都是当年的老歌。嗯嗯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小虎队，小虎队。哎，小帅虎、霹雳虎、嗷嗷虎，三个人。哎，不，没有嗷嗷虎。小帅虎、霹雳虎、贼拉虎，三个人。贼拉虎也没有。小帅虎、霹雳虎、特别虎。不，您到底说的是哪三个虎？特别虎、嗷嗷虎、贼拉虎。这是什么小虎队？这是东北虎组合。行，那您主要介绍一下这三个人吧。啊，对对，唱的歌那个，把你的心、我的心串一串，放点紫兰辣椒面烤一烤。他来烤串的了，你讲讲。辣的不辣的？你给我放，给我放点糖啊。哎，对，放心去飞。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彼此不掉眼泪。他都知道，就会这么一知半解的。四大天王，哎，好，魔力星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，是这四个吗？哪个啊？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、郭富城。对，唱的歌还都记得吗？他们唱的。贫居撒把心里呀，二百把心里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这不是庙里的这四个说的哪个呀？流行歌曲。真知道，难不住你们。多新鲜！流行歌曲来说，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。对。这个年代都听那样的歌。是。任贤齐呀、啊。嚯、哦。周华健呀、啊。啊。周杰伦啊。老歌手了，那都。对了。那对，还有张鹤伦啊，等等等，这都是。当然了，你光研究歌只是一方面。哦。还有研究唱戏的。唱戏的，哎，也有、啊、我师父最近愿意唱戏。郭老师喜欢唱戏，对不对？嗯，当然我要研究的呢也是比较偏。您不研究歌曲和戏吗？哎，他们都研究完了，我还研究个六啊、嗯、那您研究什么呀？七呀、啊、好冷，多穿点，谁把你衣服扒了？我觉得我这是一半是长春，一半是哈尔滨的。咋的呀？你还是个混血儿啊？那您要怎么混呢？要说咱研究的能跟他们一样吗？哦，那您研究的是什么呀？7.5？输了。嗯，咱研究的是耗子。嗨，那咱拉拉手吧。你也是啊？我研究猫。你轻猫你妹妹。他耗你姐夫呢。跟猫有关系吗？那您研究耗子？不是汤姆杰瑞。汤姆什么？汤姆杰瑞。好家伙，您这个English啊老厉害了。咋的呀？咋的呀？有毛病啊？ Tom and Jerry。 你看这一嘴伦敦腔。是你那是伊春话。咱们研究的是别的耗子。是别的杰瑞吗 ？No, no, no. Listen to me. Of course. For example. Speak what? 你慢点说，我能听懂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咱们尽量就是中文沟通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是。是。Understand?No， 那您哪个耗子呀？劳动耗子。劳动耗子。对了啊，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，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哼出的一种调子，慢慢形成了一种歌，叫劳动耗子。好贯口啊，知不知道？嗯，你看川江耗子见过吗？没有。四川到湖北，宜昌到宜宾，1000多公里的江段，俗称川江。哦，纤夫拉纤，脚蹬石头，手扒沙，风里雨里走天涯。听着很苦啊。那你怎么了？这跟穿着棉裤似的，现在这。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纤绳，磨砺出来一道一道深深的纤痕。你以为这打台球吗？您这杆也太短了。我就算我们没脖子，咱不能架下巴歌上啊！怎么了？你还得探着点儿。嗯，探呢。说的这个啊，纤绳磨砺出了一道一道深深的纤痕啊！可不是打台球啊！这大伙儿是瞧不见的。我们这儿没去过那边，一般来说都是头顶的烈日啊，脚踩着泥沙哦，光着脊梁，一丝不挂啊。哎，您等会儿。
光着脊梁就行了，干嘛还一丝不挂呀？拉耗子你不知道啊，拉欠有深水有浅滩，在浅滩拉的时候，你看摸脖子脚脖，嗯，哎，那时候啊你可以穿着一些没关系，跨栏背心儿这三角篓子你穿着点儿。对啊，你穿个跨栏背心儿三角篓子穿点这个没关系，在深水的时候，深水水都没到这儿了，嗯，你拉着欠手你再穿着跨栏背心三角篓子，那不泡糟球了吗？哦，糟球了。哦，翻译过来是敷弄，敷弄。哦，明白过了，明白过了。再翻译就是弄了。什么叫弄了？泡弄了。哦，这词儿他妈太难写了，你就直接说泡烂了不就完了吗？对，普通话差不多呀。看来跟你还得用国语交流啊，他这这你跟那不泡烂了吗？啊，所以说，而且都大老爷们儿，没有必要，我也不怕我你哪哪哪我都见过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这一嘟了一块，你也都尝过，尝就是尝着，就是尝常见吗？没有什么隐藏的，所以说大老爷们拉欠欠绳了，没有必要穿着衣服好几万个的一个背心儿搁水里泡着。我三角貂皮的三角篓子，你搁里泡着。这拉纤的师傅都穿好几万的衣服，怎么的？有钱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那所以说呢，一般都光着。嗯，哎，拉着纤绳，为什么？减少水的阻力。啊，您这么说，那我就明白。对不对？你穿一个貂皮三角篓，嗯，那毛都这么长，有毛病吗？这不是？好家伙，不知道以为挂四个天线呢，搁这。不是他在水里边越呆，他不这个水草越积越长吗？那个越溶去水里边的微生物，哎，往你都往这毛上那棕啊。您都不出来是吗？你没事拉纤，不是那就雕像在水里待着。你以为一待两分钟出来了？哪有那么短的纤啊？一拉得拉一天，拉一天拉一天，你在水里待一天，那保不齐带出一个蛤蟆来了。这都有可能的呀。是啊，大事了，所以说一般都不穿。你还真有生活啊。你看那像你们那里林蛙就都这么带出来的吧？把我们这个林蛙不是。哦，那您在这给我们来了吧。来了这个，嗯，听着那个啊，拉着先生，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，前生荡悠悠。小妹妹，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。哦哦哦，我俩的情，我俩的爱，在前生上荡悠悠。哦，荡悠悠。我妹妹就是有点谢顶啊，别的方面。你妹妹还打偏唱呢。咱俩打偏上，咱俩体重差不多。没有，您不是一直标榜比我轻吗？但不是在水里边不穿着三角篓子就沉不到哪儿去了。是，我也怕泡弄了。就是说，你看，我看什么？你唱的对吗？纤夫的爱，跟这个纤夫也差不多。但是咱们要唱的是什么？唱的是耗子。那你唱这干嘛呀？就是说明咱会的多。你会的多，你唱的对的呀，来个对的啊，人家白给回响了。同志们呢，来呀，我来什么呀？哦，对，他还不知道，你看他跟个傻子似的。废话了，这个时候我说同志们呢，你得帮腔。我帮什么腔啊？你代表同志一大帮人呢。对了，你代表一大帮人，一人领唱，众人帮腔。没问题。我这同志们呢，你得给句哎呦。这什么声音？这是就好比吃饱了喝足了那种感觉，热热乎乎的。而且这么费劲吗？那你一个人，你们哎呦，太单一了。哦，我就得我们代表众人。对，你想想你怎么能代表十个人或者二十个人？那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低沉一点，来回啊，嗓音开阔一点。对，好的，拉着线绳啊，同志们呢？哎呦，行吧，差不多，再出来一点点啊，再出点锅包肉就出来了。我喜欢跌蛋仙。去你同志们哦，哎呦，加把劲儿哦，哎呦，出川江哦，哎呦，道一场哦，哎呦，不怕风哦，哎呦，不怕浪哦，哎呦，就怕雨姐，哎呦，
大姑娘哦，哎呦，姑娘是个，哎呦，臭流氓哦，要不这样，您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你干嘛骂人家呀？你看看一帮大老爷们都光着眼子跟这拉纤，突然间出现一个大姑娘，那大姑娘是正经人吗？怎么了人？大姑娘跑河边的，哇呀呀，都是老爷们，哎呀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这是不能看吗？这，对不对？她往那一站，明显她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。哦，正经女的没人往那出现，那这就这么说人家。对了，所以说他们都是即兴的词儿，看见什么唱什么，看着大姑娘随便来这么两句，词儿都即兴编的，现场发挥的。对了，哦，有点意思。比方说吧，你现在大伙可能看不到这种声音，嗯，城市里边啊，保不齐工地上还能有。工地上什么呀？也砸夯号子。砸夯号子。对，这怎么分新旧社会两种？哦，旧社会那时候啊，工人受到剥削，受到压迫，嗯，哼出来的夯歌特别的低沉。您给我们来来吗？这个味儿啊，拉着那个夯绳。哦，这就是砸夯的。对。哦，同志们慢慢的干啊，哎嘿哟啊，这是干活。流尽了身上的汗啊，哎嘿哟，这力度能流汗吗？这是干完了这点活呢，哎嘿哟啊，混呐，上哪儿去吃饭呢？哦，哎嘿，没钱吃饭，所以没劲儿。那边来了工头啊，哎嘿哟，干活就得这样，加点油啊，走，哎嘿哟啊，好样。工头转身走了。哎嗨啊，您呢您呢，我说您您等会儿，这落差太大了，给工头看的就这三两下啊，主要是工头他不给开工资啊。哦，剥削农民的工资，这一下就是一个季度的。所以说受剥削受压迫心里边不开心憋屈的。到了新社会不一样了，怎么样呢？自己翻身做了主人，这时候你再听那夯歌，慷慨激昂，催人尿下。对对，您尿下，就是回想过去多苦啊，催人泪下。现在到了自己的新社会，感动，自己翻身做了主人了，幸福的泪水。哎啊，那您再来了这个，我们看来个这个新社会。新社会，那就咱俩一块来了。我跟您一块那个，哎，这不是哎呦了，那这是就那哎嘿呦啊，这个哎，这听着有劲儿哈。啊，行行行，来个这个，来回你试试我。哎嘿呦啊，罢了，要不说这演员太通人性了。我说啊。哎，通人性，说狗呢嘛？哎哎，怎么了，大黄？哎哎，别指我啊，小白！你干嘛？你干嘛翘脚啊？废话，要不然你胳膊压着我了。还挺倔强，多新鲜呢！词儿是对了，语言不要那么苍白。啊、苍白了。对了，哎嗨呦啊，这是干活吗？像干活的样子来一回，有点劲儿吧？对了，力量 ，power， power， 您得像趴窝您这个。就趴窝嘛，哎嘿呦啊，不错啊，但是还差那么一奶奶。这一奶奶是多少？你想想啊，新社会了，自己翻身做主人，开心呀，美呀，给自己干活，给自己挣钱呢。表情没有抖。对了，我得开心啊。哎，哎嘿呦啊。但还差那么一奶奶，表情不是够了吗？够了，但是美不等于犯贱啊！我这上哪儿犯贱去啊？嘴角削削，再往下收那么一奶奶就好了。然后呢，调门得需要长上去。你想想，工地干活，你能这么生这么小吗？得让第六排那个胖子都能听得见。六排还有胖子？对了，第七排那胖子都得能听得见啊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说这一列都是胖子吗？对不对？啊。声音长声音，哎，调门调门高一点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排都能听得见，听不见，我还没喊呢。远山的呼唤，回去吧。今天的音响老师太给力了。哎。音响老师给你加鸡腿。听不见。可
头一次站在桌子上俩人找着一群口的感觉。他说你了，见见见。不不不，前面还有一个不字呢。见见见。长个吊门再来回啊，正儿八经的。头一排，头一排。不是你这就不好了吧，这一下这暴露你的身份了。我是你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？我胡说八道吗？那是去过泰国做过手术吗？我上那儿做什么手术？您不是那声音怎么叽撩叽撩的呀？叽，你长吊门吗？长吊门得出人声啊，这一喊让你自己缺少零件了。这合着我这都不是人声了。对，你明显缺少喉结的存在。我这脖子就靠喉结撑着呢，别那样啊，让人的动静似的。我再掌握一下。刺耳是，对，哎，力量 ，power， 哎，喜悦，哎，嘴角，哎，吊门，都走。一、二、三，我跟您说啊，太难了，我就这样，就这样了，行吧，我也歇得差不多了。您这真累傻小子来了，来一回，来吧，啊，嗯，赶紧的，哎，受累啊，你那还得当一当夯，不是我连搭腔再当夯啊，对吧？咱俩长得毕竟你像夯一点吧，得了，我夯的还能瓷实点，哎，这干嘛呀？拉点夯绳，这胳膊就当夯绳了，多黑，这都是夯绳，这日晒雨淋的，这夯绳怎么还长毛了？你这等啊，到时候泡糟去了，来了啊。同志们，加把劲儿啊！哎呦啊！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哎呦！干什么呀？地上有狗粮啊？可惜是没有啊！怎么这回趴窝了吧？这回哪儿趴窝了？您这给我生生拽下来的呀！不是，砸夯你没点力气，那叫砸夯吗？不，我这胳膊是人的呀，这是人的怎么了？人的怎么了？不是您那这样吧，您别砸夯了，我自己砸吧，自己来，我自己来吧。行，我自己来，自己砸夯也可以。嗯，那是你自己砸夯的话，咱们先得有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你那受累啊，我有上句，你得接上下句来，咱们词儿都是即兴发挥的。那没问题啊，可以吗？我这脑子反应快啊。我也听说你这不错啊，那当然了，即兴发挥来一个啊，来试试啊。嗯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哎，还可以啊。一座大楼高又高，听着啊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，没顶子，大楼没顶子，怎么了？那不成烟囱了吗？那你唱出来呀、啊，那是烟囱啊。咱到底盖的是什么呀？也许一会儿还挖口井呢。你这图纸正反看呢，这个考验你有没有词儿。有。一座大楼啊！哎呀，要让我上吊是怎么着啊？我寻思让你找找有脖子的存在。不要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。那是烟囱啊，比烟囱小啊。那是小烟囱啊，烟囱不冒烟儿啊，这那是坏烟囱啊，烟囱缺块砖呐、啊，我也管不着啊。你问问你的妈妈，他们答应的是你，来，你问问去。我问谁呀？那不说好了砸夯吗？行，还这有词儿，别盖烟。这有词儿，咱正儿八经的像干活撸胳膊挽袖子来了一回，还撸胳膊挽袖子，好不好？好长啊！哎，你看他的，你拿过来，我就不给。你看看。您让各位看看，他攥着我小臂往前面挪。哎，你看，哦，我的天，哎呀，他这这么短，行，柯基，谁说的柯基？咱不许糟践狗。行，你是萨摩。来了啊！都反光哈、啊。
砸夯啊！听我的，砸夯！有死人白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多年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不是腰骨给打碎了啊！拉着夯绳啊，这其实他不见得是那么白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伙介绍一下，脑瓜给你削放屁的，拉着夯绳得使劲啊！其实他是擎天博玉，差不多得了啊，记着没有？来了啊！一座大楼，怎么还是大楼啊？干什么呀？不是砸夯吗？来回啊！啊，来了，同志们嘛，同志们加把劲啊！哎嘿呦啊！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哎嘿呦啊！歌声震天响啊！哎嘿呦啊！红旗迎风飘啊！哎嘿呦啊！你看那教授家啊！哎嘿呦啊！高了高的入云霄啊！哎嘿呦啊！起起轰隆隆的桌喊嘿，地动山也摇嘿，高山能推倒嘿，英雄们智谋高嘿，开山有点作喊嘿。